电池的化学式是 Cac2。工业上，电池主要用于生产乙炔和氰胺化钙。在存在微量水分的情况下，工业级电池会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，让人想起大蒜。电池的应用包括乙炔气生产、电池灯乙炔生产、化学肥料生产和炼钢。碳化钙也称为乙炔钙，是一种化学式为 Cac2 的化合物。工业上主要用于乙炔和氰胺化钙的生产。碳化钙是一种化合物，化学式为 Cac2，主要用于生产乙炔和氰胺化钙。工业上，电池是透过氧化钙 Ca2 与乙炔气 CrH2 在高温下反应生产的，此反应生成电池 Cac2 和水 H2O。Ca2 加加 2Cr2 Cac2 加加 2H2O， 该反应是放热的，这意味着它会释放热量，此热量用于维持反应发生所需的高温。